放的那个国文老师洪承泰，你们人气都没有。大叔，大叔，香港20年，我刚回来，然后长得又矮又丑，然后妈一大堆秃头，还有私生子。因为民进党一大国民党也一样啊，都一样啊，这桃园特命、刘福国等等，都先烂货了，对不对？都先烂货，你为什么不敢讲出来？我那么台湾人，你不敢讲出来吗？我有像川普说实话的勇气，我有像贺锦丽纠正错误的勇气。你们的台湾在窝囊废。我下课，我要下车。